这边也可以放是吗？这个孔呢？那一个是你可以放两，可以织两根线嘛？哦，明白了。有一些它可以，它有织两根线的，所以我做了两个。哦，那个整个中间是一个孔的是吧？对。哦，然后那两个盖子就可以把它拉起来是吧？可以调节它的张力。对。然后这还有孔。哦，行，我看到了。这一个就像，好，这三角的位置啊，那从那位置穿进来，放进去就行，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，直接放进去就可以，然后它只要能挂到线就可以，然后我就直接开。那这个断的呢？是有那种没有织到线的嘛？然后把那个针，把那个线挂到针上。它下一圈织的时候就吃红了，所以一开始织的时候可能会漏针是吧？对。你基本上要动的就只有一个鸭针，就这一个，就这个，你把这个螺丝松一下，然后往下敲一下，就是调细一点。哦。这个是调密度的。先把它松一下是吧？就是把这个螺丝扭松嘛。往外拧是吧？对，往外拧，然后往下敲是松。就是调那个针的密度是吗？对。调针的密度，然后这个东西，这个也可以调针的密度。它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个调的比较微调。微调是吧？那个就调的就大一点是吧？对，那个比较明显一点。幅度多一点。就是你要稍微调一点，你可以调这个的。也是往外拧是吧？往外拧的话就松一点。这个是，你这个螺丝把这个螺丝松开，然后调成四个片。这一个。就是调，比如我那个线松了或者紧了，这个是这可以调那个东西。什么张力是吧？对。这个弹簧放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紧，还有比如说你拿两个细的东西，这样要拨的哈，你再拉一下，然后我再拨过去。嗯。这个弹簧有点紧了。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松一下，是吗？压到那两个滚子之间吗？对啊。来，平整一点是吧？这一个是拉布的嘛？啊，往下走的时候，你这样，你开始这个布，把它搞正一点，它那个纹路嘛，搞得正一点。哦。然后它织下去就没事了。因为刚开始就织这个布啊，我们就要手塞塞的，正的，平整嘛。然后这两个调这两个轮子的这两个螺丝，调这两个轮子中间的缝隙，它大一点的话就是紧一点，把它动起来。